很冤枉吗？啊，会觉得很冤枉吗？是不是政治追杀？哎，吓大人！哇哇，大家小心哦！你帮我讲一下，但你会不会觉得减掉侦办的进度太快？因为12号才分案，14号就封锁，我会觉得这进度有问题。来，动作太快吗？你们要走好哦。还是我走出去，你们没有意思。好来。会不会觉得减掉是刻意的在追杀吗？谢谢。